好，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《教育录播室四》嘅。咁啊，头先咧就因为有啲问题啦，所以有条片咧，我觉得比较搞笑嘅位置咧就冇录到啦。咁啊，讲翻俾大家听啦。OK， 咁啊，先上咗我先。咁啊，我就发现咧，我身上咧得一只水虫啦，得一只鲤鱼龙嘅啫。咁我咧就将鲤鱼龙学咗冲浪先啦，学咗冲浪先。OK， 跟住游水啦。跟住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就再学潜水。啊，系啦，就喺呢一度啦。咁咧，点知咧就唔小心加速太快啦，上咗岸，系啦，上咗岸唔小心啊。不过呢个依家睇唔到啦，因为咧喺头先嘅片段嚟。咁但系头先因为有啲问题，所以就条片有问题啊。唉，俾唔到一个搞笑嘅片段俾大家，系啦。OK， 咁啊，你又学咗潜水，因为冇睡岩啦，我哋又学睡岩啦啊。啊，鲤鱼龙好忙噶，乜都要学噶。系咁换碟啊 ，OK， 因为大家知咧，呢一个系用错虫，用错技。好啦，头先因为唔知点解播翻以前啲片啊，吓无端端有啲声出咗嚟啊，另外有啲，另外我觉得有啲奇异嘅事件，啊又要学冲浪啦 ，OK， 好 ，OK， 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实呢啲技能系 CD 嚟噶嘛，咁即系变相咧，鲤鱼龙系要疯狂咁。疯狂咁换 CD， 啊顶又要打双打，又悲剧啦呢度。头先就系咁样悲剧咧，上咗岸啊，劲低能地，哇系疯狂乱找，你都几疯狂喎、啊，就你啦，哇死咗，紧要啊？呢度用尖石攻击打呢只，呢只用近攻击，哇打唔中呢句，有冇搞错啊你？呢度用尖石攻击打佢，呢度用神鸟顶食药，有冇搞错？可以食药嘅咩？呢啲咁嘅训练家好狗啊！哇，仲用自我再生呢啲屈机技，哇，仲食药添，会唔会恶得滞？黐线，中埋毒，唔系几好喎、啊。呢度又食药，跟住又点啊？诶，点解好似咁嘅嘢嘅？呢度会撞怪嘅咩？可能打唔赢添，我觉得，哇！睇下，所以点解我要加速呢？就系咁嘅原因。有机会系呢个 game 个 map 数太大咧，所以咧 G base 承受唔到呢一个大小，所以有时可能会有机会咧，会成日轻机咯。我试过一次就系死机咯。诶，嗰度啲嘢执一执佢先。巨牙杀，喂，呢个点执噶？嗰个好似系好嘢嚟，我记得。地震一睇就知好东西啦！地震，俾翻只螳螂怪壳先，咁啊唔要怪啦，可以几好啊！一只精灵包揽晒所有嘅招式技能。诶、欸，啊系呢个佢要行咗过去先出嚟，我睇下有冇机会赢到先呢度啊！照道理应该系单打单啊！哇顶，点解一嚟呢只噶？最速叫声添。哇！力量宝石咁狗嘅咩？大爆炸！哇！靓，佢用力量宝石 OK 冇问题。超级吸收叫声两级。啊顶太过咩啦？太过贪啦！但系唔紧要啊。如果唔贪，我惊我赢唔到。太低咧啊！鲤鱼龙，你觉得51咧太低？两一级攻。一级攻，一级，两级，两级，哇！三级攻，跟住呢度用咬碎啊！哇，顶咁都咬唔死，咁样有啲难打，应该要无黑鹰重新咗先打得赢，有冇啊？系冇噶，即系话我又要行多转啦、啊。唉，算啦，系咪真系冇机会赢到呢？我真系唔想行咯。电磁波有边个可以学到电磁波打佢呢？电磁波系边啊？呢度自由落体哦，冇黑鹰唔识自由落体，得李龙识啫呢招电磁波。诶、欸，学个替身都好 ，OK 喎，个替身试下先。好，飞翔，飞翔。我打唔中会唔会？
三重攻击，三重攻击，顶黑居然冇一下中，冇一下中呢一个嘅效果。哇，靓波，再睇身，吓顶一下，一下秒咗，哎，有冇机会呢？哇，呢只系水鬼啊！重磅炸，重磅冲击，水鬼嘅话，我哋用飞叶派应该杀到啊！哇，水草鬼，草鬼先啱啊佢！哇，喺潜地喎用，但是他失败了，系唔受状态影响啊？呢只我唔知喎，真系呢只，因为对呢、這、一个，哇，好劲招技。输啦要，唔清楚呢、啊這个真系，啊唔系，佢系草系嚟，我低能啊真系，啱啱我咪讲咗佢系草系嘅，好呀剑舞先飞，剑舞，再剑舞，啊靓波飞，哇、哦、正，呢度佢会用，呢度佢会，佢应该系会用。系咯，食药，跟住再用鬼技啊，摔打喎，强鞭佢用呢条友，唉，又输啊！只要呢只打唔赢就输啊，真系，哇，要靠多多利有机会打赢，我真心。我哋不如试下用点穴，顶一嚟用力量补石嘅咩？突防急速上升，回避都急速上升。哇，正喎、啊，系咁加回避率喎、啊，哇，唔好啊，因为加特防所以顶得住。呢个而家两级剑舞，开多下啦，贪心啲。哇，差啲中，吓死我，有机会赢啊！哎，哇，顶咁都唔中，哎，靓波啊！哇，点穴真系不得了。呢只我哋当然照用飞行啦、啊。哇！喺加防啊，顶啊条友，火箭头锤用，赢啦啩！火箭头锤，屈死佢啦！搞掂，我几劲我多多你招点穴真心，不过唔系，其实系点穴呢招几劲，睇下你点到啲咩咯。譬如如果你点到一啲咩特工俾只雀仔咁，就唔啱用咯吓，系、啊、啦，真系唔啱用。我系冇飞行技嘅，我阿友真系即刻唔记得咗啦，我嘅功臣。依家应该系要去流离市啊嘛，流离市之后再去天空之塔。OK OK， 美温铁啦，又学嘢啦，又要系就学嘢啦，李鱼龙。即刻你会想象到画面咧，喺海边度写笔记又成。不过李鱼龙抄笔记定点样？定系拎啲碟出嚟喂落佢个口度？其实嗰啲。技能机是怎样？呢啲碟啊，其实是点咧？我都不知道真系。好，究竟呢啲系属于啊顶？出现了呢个悲剧，唉，学住冲浪先啦，去到那边先再潜水啊，低能。好，究竟嗰啲招式机啊，唔系？究竟嗰个光碟是咩？系点样俾啲精灵学技嘅？我唔知喎，真系，你哋知唔知道？喂落佢个口度定点样？呢家系好，应该系呢度啊。好，讲翻点穴呢招技先啦。点穴其实几劲啊，有啲咩重点穴劲咧？点穴呢招技唔系好多只识嘅啫，据我印象中啊。应该系得瑜伽佬啦，系咪呢条路啊？错，呢度可唔可以上翻去？哎，你唔得，唔得啦。OK， 瑜伽大师啦，跟住个雀仔仲有边个？唔知真系。系啊，如果讲特性嘅话，就应该系章鱼啦。咩心咩咩不定啊？唔记得咗招技叫咩？点解我可以快过呢啲虫咧？系因为佢冇呢个努力值嘅关系。点样行入去啊？我觉得呢度行入去真系鬼烦。啊，喺呢度啦。好，潜水。
一阵间有排又要系咁揿嚟揿去。哇顶啊！即刻上翻水啊！黐线，哦马纳飞啊！好啊，又系呢个睇过唔知几多十次，闲闲地都睇咗几多十次啦，应该睇咗我谂卅次有冇咧？应该冇，但系应该接近二十几次。好，揾下呢个先，大五。哇，做咩啊？啲墙有笔喎，啲墙。啊，呢度都系未知图腾啊，因为以往咧，佢呢一个咧，之前我记得有一个版本，有一个改版咧，佢系有一啲大口福喺度啦，或者有啲龙喺度，有啲龙蟹喺度嘅。OK， 哎呀，冇轻机啊，大佬。会吓亲我如果你轻机，好嚟啦！送神符喺天空之柱，好，跟住我又去天空之柱啦。天空之柱啊，呢度啦，就系买啲药先啦，因为其实啲钱都冇咩用嘅。啊有，啲钱系用嚟买呢个乜鬼啊？技能系啊，招式机。但我相信呢一个版本咧，大把机会揾钱，多的是，因为一定卡关嘅。我唔相信有人可以一踢过，可能有嘅，即系佢专登睇过晒啲重嘅技能、重嘅资料。去错路，呢度好似冠军之路嚟。哎呀，随意系咯，除非佢一早已经 set 定咗，哦，我要咩重，我要咩重，跟住亦都有人话俾佢听，哦。咁样打，咁样打，有啲咩重啊？有啲咩重？如果唔系，我唔相信可以一踢过，有啲难咯，我觉得。地震得啦，呢度，哇！我觉得呢度啲技简直无敌，而家多多嚟啲技。O K 喎，呢个技能点穴 very good 啦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雀仔咧，佢高速啊，所以咧点穴其实系非常之啱佢用，因为高速啊嘛，所以咧其实大。好大机会佢可以先手用到呢个点穴加能力值嘅，最好就加回避率啦。回避率嚟讲咧，喺 Pokemon 入面佢强化最强咯，我觉得应该冇人唔同意啦，系嘛？啊，其次应该系特攻或者速度嗰啲啦。啊，我记得呢个啦，呢个系打到力值嗰度。我就是在这里出新的，与我何干 ？OK 啦，我哋可以上去呢个塔度啦。唔系何嚟？呢度居然有呢个极端天气出现啊！好，要弊家伙啦，又要踩单车啦，唔使呢个低啦，呢个唔使踩啊！一列空座啊顶，一列空座未挂路尘，未出嚟揾嘢，未出嚟揾翻佢两个粉饼。佢一出去调停完嗰两个粉饼之后，翻到嚟乱咁撞呢度啲石，同埋呢个列空座好似改咗样，俾大家睇多次。你睇下，佢裂空座咧，同以往嘅唔同啊！呢只系有少少似一啲咩版本呢？有啲似咩救援队嗰啲样啊！又嚟啊！呢一幕起码睇咗超过廿次啦，系嘛？跟住又问呢两个蛋散啦，呢个蛋散，搞到呢一个嘅丰原地区啊，全部乱七八糟。好。招式机零七 ，OK， 我哋要打联盟啦，应该冇药可以俾我食噶呢度。好，咁啊冰系啦呢一个冰系对我嚟讲都有着数嘅，虽然嗱如果我一踢过打得赢嘅话咧，咁我就唔食唔落去打啲训练假。如果呢度输咗咧，我就落去打训练假。系啦，我哋先手用龙龙岩啊，先手用龙龙岩。哇，你唔系？你唔系冰系咩？啊，佢系水系喎，好似我记错咗啊！我毒钉我呢度有，会唔会我得制啊？喂，有啲难打，应该输啦，应该会输啊！毒系把超能，咁我哋又冇黑鹰啦，啊冇超能力啊！哇，快过我，有冇搞错？铁甲背啊！喂，哇呢条友破咗壳喎！哦，输啦，破咗壳我就要输啦呢度。点完？
一下死咗。呢度佢应该都系，佢呢度应该会用咩技呢？用水技，水印我谂应该系，我都系冰针喎。系咯，冰针打得死咗。呢度应该用水啦啩？唔系呢度应该用岩石。系咯，岩石爆破，输咗，攞去打，攞打训练架啦可以。OK， 水系啊，我记错咗。如果呢个冰系嘅话，我就有着数。但可惜我记错系水系。哇哦！只要俾佢破到我就玩完，我一定要一弯杀咗佢。如果一弯杀唔死我就玩完。蘑菇蟹，顶啊蘑菇蟹啊！巨钳蟹，哇咁都打唔死？呢只近身嘅死啦啩？近距嘅冇理由唔死啊！垃圾山，点穴，加特攻，三重攻击，飞。我顶，已经死咗。高速移动啊，顶，唔想打双打添，紧要啊！咬碎爱心鱼，近亲嘅爱心鱼，破坏光线唔要啦。啊，打唔死添，哇，双倍奉还，奇花。死啦啩！飞叶快都一下玩完啦，最后两个神鸟，啊电光石火打死嗰只吸管小丑 ，OK 啊！一定唔使用错，用错我掹下水，都唔紧要啦，反正有钱啊 ！Oh my god， 太快啦行得，嗱呢度咧就正常速度啦，呢度我冇咁加速嘅，啊你要见到佢行得好顺畅。好嚟啦！第一个已经系繁重嚟嘅，我记得。我哋先放个钉先，系啦，放钉的紧要性啊，各位，因为对面都放钉，我冇理由唔放钉啦呢度，系嘛？酸性炸弹大爆炸，都、哦、爆唔到添。起阵，有啲难搞喎，既然系咁。又慢慢磨磨得死嘅，哇唔得啊！吸咗啲吸咗啲毒啊，不过唔紧要啊，佢应该唔会食药噶嘛，我记得。冻风我哋有呢度飞越快到顶冰针，居然咁恶，吓死啊！冰针超坏星，超坏星用神鸟啦。啊、红牌劇毒喎、啊，真系有啲难搞、啊，七十几咧，我点打？滚水，不过唔紧要啊，我都打赢呢只。哇，笑上飞，好玩完啦，点穴，已经死咗啦。呢、這个难打咯，呢、這个。试用多多利起手先，点穴毒钉啊，加回避率，有机会嘅系啦，唔系唔好咁啦，佢一嚟已经放只咁嘅重，我点打？其实真心多脚水母喎，点玩啊？我都冇特工重，加防加攻唔得，一定要加回避先有机会啊！喺度唔加回避冇乜机会，防御急剧。防御唔啱用啊，加回避啦，乖啦好嘛？唉，算啦，我哋照旧玩翻个玩法啦，照旧用翻庞岩怪放钉，啊庞岩怪放钉，咦？放冻风嗰条咁蠢嘅，居然用冻风，呢度就用龙龙岩。龙岩应该会死，奇花吸咗啲黏液，吸咗啲黏液，问你死未？我放埋咩钉啊？放劇毒钉我条，
岩石爆破。呢度用冇黑鹰嘅近身攻击，超坏性。佢呢度会用，佢呢度会用红牌，我直接换做龙龙岩，自我再生，跟住用地震，操，碉堡啊！好难搞喎，真系好难搞呢只。佢两只要用，佢有两只重都要用特工嘅超能力先打通。佢仲要玩啲咁嘅技能添，一般配招嘅技能喎。根据佢配十冇死啦，如果你打啲新 moon 嗰啲，士多铺啲滚水。哇，唔得，有啲难搞，有点难搞。呢度转用冇黑鹰先，因为佢会用地，啊，佢会用滚水，皮花，好，照吸啦，唔好烦啦，扣到佢血嘅得啦呢度。我谂系得奇异花先打赢佢，我成队唔用奇异花冇可能赢到佢。冇啦，最后一下啦，系冇晒，唔系最后一下。跟住再用魔鹰，人生攻击，呢个就用神鸟，点完加速度，哦死咗，狂眼怪，用地震，哇求得劲少，果然冇特工真系唔得，睇嚟我要去胜利。我觉得我有必要要去升呢啦，已经要。而家我打唔同佢咯，我仲要死埋添喎。巨甲，黐线边有得玩喺度？尖石攻击，哦唔得，应该要真系要升下呢先。同埋我又要揾即系特工虫咯，要揾只特工虫，因为成队冇特工真系搞唔掂。只要一隻防盾我就即刻卡住晒，冇得玩。OK， 好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继续去打呢一个嘅第八个道馆，因为呢个第八个道馆有啲难打，咁我首先要去升下呢先，再去挑战呢个道馆。OK， 咁我哋下集再见，咁啊中意啊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未订嘅话，帮我揿个订阅，我下次见，拜拜。